大约公元前850年，以色列国正经历着一段信仰堕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君主亚哈王，自从娶了西顿国的公主耶洗别之后，不但自己跟着耶洗别大肆祭拜偶像巴利，更是在国中为巴利建了许多的神庙，命令全国百姓一同侍奉巴利。一时间，国内信仰混乱，百姓也不再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以仁慈和公义彼此相待了。个人任意妄行，在以色列全境四处可见骄奢淫逸、任意欺凌平民百姓的行为。然而，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差派先知以利亚去警告亚哈王，让他赶紧回转归向真神。可是偏行己路的亚哈王真的会听从先知的警告吗？尊贵的皇后，您在这宝石项链实在是太美了，您看看五光十色的多漂亮啊。是啊，王后您看，这以色列国最好手艺人做的，果真是举世无双啊。看起来还不错，传令赏。报告王后殿下。讲。属下们有抓到一批敬拜耶和华的先知和祭司们，特来向你禀报。想不到这世上还真有那么多不怕死的人，敢跟我耶洗别作对，敢跟我巴力神作对。以后啊，这种小事就不用来禀报了，抓了这些人直接处死。下去吧。是，属下遵命。难不成在这以色列国还有人敢惹您生气？哎，还不是那拿伯，本王要买他的葡萄园子，那是看得起他。好，他倒好，说什么自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不管主产卖给别人。嚯，他还把不把我这个国王放在眼里啊？哟，我的陛下呀，您就为这点小事生气呀？这事儿啊，就交给臣妾我来办，我保管让您满意。交给你来办，你有什么办法呀？我跟您说呀，您呐就写封信给当地的长老，让他们呐找几个匪徒去诬告那个拿伯，告他一个该死的罪，让他们呐让老百姓用石头把他打死。那拿伯一死呀，他的葡萄园不就是陛下您的了吗？哼，不愧是我的王后啊，这个主意真是好啊，这样一来本王都不用出手，这葡萄园子就归我了。哎呦，圣妙圣妙啊。亚哈，住手吧，你作为以色列王行径罪恶，离弃耶和华，敬拜加利，我指着我侍奉的神耶和华起誓，你若不离弃罪恶，这些年间你这境内必不下雨也不降露，直到我向耶和华神祷告为止。来人呐，来人呐，这以利亚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哎呦，哼哟，他就是那个该死的以利亚呀，吓死我了。在他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国王呢？就是。来人呐！是。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把那个以利亚抓来处死。他要不死啊，我就心里出不了这口恶气。啊，是。行行，下去吧，下去吧。老王后啊，没必要为这个以利亚置气，咱们还是好好想一想这封信该怎么写吧。陛下您说的也对，他以利亚算
什么东西，他说不下雨就不下雨吗？就是。我明儿个我就找我的巴利先知来做法，我巴利神才是风雨之神，我巴利神呢肯定能保佑我们以色列国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走吧，我们去书房去写信。果然亚哈王完全没有把神的警告放在心上，他和耶洗别仍然执意行恶。于是当天夜里，城里的长老们都收到了盖上了王印的密函，要他们诬陷拿伯一个必死的罪。第二天，可怜的拿伯就被推到了城门口，他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把拿伯还有他的儿子们都给我绑上来。乡亲们，我冤枉啊，我一辈子敬畏耶和华，我什么恶事也没有做，你们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听到你咒骂巴利是假神，还辱骂我们伟大的亚哈王陛下，来啊，大家用石头打死他们，打死他们，还要他的儿子们一个都不留，打死他们。就这样，亚哈王害死了无辜的拿伯，强占了他肥沃的葡萄园，而这仅仅是这堕落世代众多罪行中的一桩而已。自从百姓们离弃耶和华神的律法，这样贪赃枉法、欺凌弱小、狂妄自大的事，每一天都在以色列国内上演。许许多多无辜人的血静静地流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坏消息充斥在百姓们每天的生活里，许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呢？在以色列国中，还有谁能坚守自己的信仰，
敬畏那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呢？然而，真的都被杀了吗？在以色列群山中的一个山洞里，闪烁着与这黑暗时代不一样的星光。在这小小的山洞里，竟躲藏着一批敬畏耶和华的先知们。不信，你看。啊，弟兄啊，弟兄啊，这个晚上真长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天亮。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我们的耶和华神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我们，或是不看顾我们呢？不然，你想，自从耶洗别王后嫁到以色列以来，我们就是见着过着冬长西短的日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呢？弟兄啊，我在想你可能是守夜守累了，你应该去歇一会儿了。你想想，今天我们还能够存活着，这不就已经是我们耶和华神对我们的恩典了吗？夜虽然是那么的黑，但是白天还是会来临的。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吗？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我们就应该要来赞美神，颂赞神。我们还活着一天，我们就应该要见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真是何等的有福。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他既然让我这个能力拯救大家的性命，他的恩典必定够用。大家现在趁着大家还醒着，赶紧吃点饼吧。可以吃吧？是啊，现在还趁着这个夜深人静，你还是赶快先回去吧。万一要是被这个耶洗别发现你了，可是可以给你们找麻烦的了。你就先回吧。好，谢谢你了。那我过几天再来。好好好，谢谢。亚哈王的家宰俄巴底就是这样一位在这混乱时代里仍然敬畏耶和华的人，然而这只是这黑暗时代里的点滴星光而已。正是因着神爱百姓，
期待他们离开偶像和所有的恶行，所以神的管教也切切实实的，如以利亚所说，临到了以色列全境。干旱的日子真不好过，百姓们看着大河渐渐变成小溪，小溪渐渐枯干，农作物不再生长，饥荒和纷乱接踵而至。神早早便吩咐以利亚躲藏到了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又派了乌鸦给他叼饼送肉，使他得以躲避干旱和耶洗别王后的追杀。只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基利西的水也开始干了。神啊，现在基利西的水也快干透了，求您带领仆人的脚步。以利亚，哎，你起身往西顿国的撒勒法去，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她会供养你的饮食。好，主，仆人遵命。哎，西顿的撒勒法，那地方人们敬拜偶像，怎么可能有一个寡妇为我准备食物呢？不过呀，我明明听到这是神的命令吩咐。神啊，仆人遵命。带着对神坚定的信心，先知以利亚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撒勒法城，果然就在城门口见到了两个瘦弱的身影，正在捡拾木材。夫人呐，请用你手上的器皿给我一些水喝，我呀赶了很远的路，再走不动了。好的，我这就去。哎，慢，也求你给我一个饼。看你这穿着打扮，你是以色列人吧？你说的对，我指着你的神耶和华起誓，我没有饼，坛里就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今天啊，我们出来捡柴就是为了做最后一顿，吃完了这一顿，我们就等着挨饿等死了。不要担心，照你说的去做吧，去做饼。我所侍奉的神耶和华如此说，只要干旱一天，你缸里的面不会短缺，你瓶里的油不会减少，去吧。好，我信。
华神是信实的，从那一天起，寡妇家坛子里的面和瓶里的油果然未曾减少。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在这蒙福的家庭里发生了一件令这位母亲伤心欲绝的事。不要担心，把孩子交给我，我为他向耶和华神祷告。我就这一个儿子啊。求你转回的灵魂转回，让他再活着。这事以后过了许久，到了干旱的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他就起身再次冒险去见亚哈王，转达神的旨意。这一天，亚哈王正独自在野外巡查。以利亚，都是你害得我以色列国这么多年的灾害，我今天要把你拿回去。亚哈，让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这
些年，你恶事做尽，离弃真神，敬拜巴力，做尽神礼，也为眼里看为恶的事情。你听着，现在你去呼召那巴力的450个先知，还有侍奉亚瑟拉的人400，你再把以色列通国人民换到加密山上见我。今天我们看看到底谁是真神。好，你给我等着。是。亚哈王回宫后，立刻下令召集全国的百姓和侍奉巴力以及亚瑟拉神的先知们，众人就都上了加密山。谁会赢啊？我拜巴力都拜了那么多年了，当然是希望巴力赢了。你觉得呢？我觉得肯定是我能赢，因为这么多年呀，我是耶和华巴力两个都拜，两边都不得罪。不管怎么说，今天这真假神大战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比坐在戏院里看戏刺激多了，你们说是不是呀？对呀，就是就是，那假神先知可是要杀头的。走走走，找个好位置。看热闹。以色列人呢，你们三心二意，要到什么时候呢？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你们，要敬拜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竟然是跟从巴力，敬拜假神。那好，咱们今天看看谁是真神。如果巴力是真神，你们尽管跟从他；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就转回敬拜他。好，你说怎么比？怎么比？拿两头牛来，你先挑。这边把牛砍了，把祭肉放在祭坛上，我们都向神祷告，看谁能祷告降下火来把祭物烧掉，他就是真神。好，没问题，我的神巴力一定会降下大火来烧尽这祭坛上的祭物的，你给我等着。行啊，来做法。从早晨到正午，巴力的先知们一直不停地求告，却是没有任何动静，祭坛上依然是冰凉的。于是巴力的先知们开始按着他们的规矩，拿刀枪或割或刺自己的身体，直到身体流血不止。然而祭坛上依然是冰凉的。从午后到献晚祭的时候，巴力的先知们开始狂呼乱叫，却仍然没有任何回音。终于他们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地上。这时以利亚说话了：叫啊，求啊，你们那个神可能不在家，也许睡着了。来呀，拿水来，把这祭坛给我浇个透。再来，再来。再来，你们现在看见这祭坛上浇湿了水，湿透了。耶和华呀，
现在求您显出您的大能来，也让百姓知道我就是您所差派的先知。神啊，求您现在降下火来。以色列民啊，耶和华是真神，这些带领你敬拜巴力的假先知一个不能溜掉，给我抓了。于是众人听从了以利亚的吩咐，拿住了所有巴力的先知，将他们带到基顺河边，在那里将他们全部处死。此时以利亚带着仆人在加密山上屈膝在地，近前地向神祷告，而亚哈王在半山腰吃着点心，等待降雨的好消息。主啊，现在以色列百姓已经归回正道，他们杀了巴力的先知，拆了巴力的祭坛，此刻求您按你的信实和慈爱降下甘霖，解万民于干旱之灾。你去海边看看。什么都没有啊！年轻人，要有信心。你再去看看。先知大人，还是什么都没有。小伙子，耶和华不会误事。你再去看看。如此来来回回，仆人跑得腿都酸了。终于在第七次的时候，他欢欢喜喜地回来了。先知大人，先知大人，我看到了，有片小云从海里上来，但是就手掌这么大。那就对了，你现在赶紧告诉亚哈，让他快回耶路撒冷去，要不然雨把他的路给挡住了。以利亚的话音还没落多久，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大雨倾盆而至。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急速奔跑，竟然比亚哈王的马车还快到达城中。亚哈王带着一身被雨淋湿的狼狈和巴力先知被杀的坏消息回到了王宫。耶洗别王后得知自己的先知们被杀，简直快气疯了。
动国带来的所有巴黎先知全都给杀了。哎，你那些先知们呐，祷告了一天也没有火降下来，那以利亚一祷告立马火从天降，就把祭物烧掉了，那百姓们肯定就听从以利亚的，就把他们都杀了呀。好你个以利亚，敢杀我的人，我指着我的巴力神起誓，我要不灭了他，我誓不为人。哎呦皇后，这种话可不能乱讲啊。来人呐，是传王口谕，即刻封锁边关，连一只鸟都不许飞出去。你带着人马去找那个以利亚，你就是掘地三尺也必须把他找出来。明天这个时候你必须带着以利亚的人头来见我，要不然你就让你的手下带着你的人头来见我。是，下去吧。以利亚很快听到了耶洗别王后下令诛杀他的消息，于是他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地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了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这么多年的奔波劳苦，煎熬的信心仿佛在这一刻全然崩塌了。他坐在树下，越想越失望，越想越孤独。哎呀，神啊，我不逃了，没力气了，你杀了我得了。与其说死在那个耶洗别那个恶妇手里，倒不如你取了我的性命去吧。主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哎呀，好，看来这是我死以前最后一次遵从耶和华的命令。我去。以利亚吃了饼喝了水，就起来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以利亚在山上找了一个山洞，就住在了山洞里。直到有一天，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以利亚，哎，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哎，神啊，我为您大发热心，传讲你的真道，可是你看，有谁信呢？这些以色列民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他们拆了你的祭坛，现在仆以色列上下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哎，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我的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以利亚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
伊利亚，你现在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哎呀，神啊，我跟您说过，我为您大发热心可没有果效啊！你看，以色列都在拜巴利，他们杀了您的先知，毁了您的祭坛，现在啊，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看，我只能猫在这山洞里边，无尽的黑暗，我有什么意思呢？我活得有什么意思呢？以利亚，哎，你岂知道我在以色列人中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一心敬畏我，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呢？所知实在是太有限了，这7000个人自始至终一直都忠心地侍奉我，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当信我，洪水泛滥之时，我仍然掌权。现在你起来回去，从旷野到大马士革城去，到了那里，我要你为以色列高一位新王，亚哈和耶洗别都必得他们应得的报应。耶洗别的尸首必被狗吃，且在耶斯列城的田间如同粪土。神啊，求您饶恕仆人的罪过，但我看着自己，我满眼失望。当我看着环境，我只有灰心。
巴不得我是您留下来的七千里边的一个，去侍奉你，去跟随你，去宣扬您的真道。主啊，果然在这，现在我就出发去大马士革。When peace like a river attendeth my way, when sorrow like sea billows roll, whatever my lot, thou hast found me to say,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It is well, it is well.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不久之后，亚哈王和耶洗别王后果然双双惨死。耶洗别的尸首正如耶和华神所说，不但被狗吃，且腐烂在田间如同粪土，并没有人替他埋葬。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无论这混乱的时代有多么黑暗，他的光终有一日必充满全地，恶人在他面前必站立不住，诚心悔改的他必饶恕，执意行恶的他必报应，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更是世间独一的真神。以利亚的经历也深深地提醒着我们，信心坚定如以利亚，也有罗藤树下的软弱与灰心。在跟随神的路上，看人越看越失望，看环境越看越灰心。
看自己越看越委屈，应当抬起头来，单单仰望这一位信实又满了慈爱怜悯的神。因他总不丢弃人，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一位神不但赐下了许多的应许给那些寻求他的人，更是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担当我们的罪孽，如约翰福音3:16-17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深愿在座的每一位都信靠他，都来尝尝主恩的滋味，经历他的美善，认识他的真理，体会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愿一切的颂赞与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